没车送。我不是肋骨了，我真的不是。我刚看小峰在线，小峰在吗？哎，怎么了，宝贝？怎么了？你整不开是什么意思呀？说实话，你现在，你现在就是逼我在说假话呀？四块，蜜雪冰城四块，老铁，蜜雪冰城四块。你忘了咱们刚到南京那天早上你还夸我，哎，啊，我家星儿怎么瘦那么多呀？腹肌都有四个了。行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有多正直的？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咱不管见那些网红也好，见谁也好，我看他不顺眼，我也会直接骂他。你知道我是有多正直的？你现在教我说谎。哎，那你那天是不是夸我了？你是不是夸我了？刚到南京那天，就刚到南京那天，就那天晚上你还在那个某站，你还直播来着？那天你自己啊？是夸了。嗯，那怎么个腹肌这？你当时我问你，夸大了这个夸奖。哦，四块，四块，星星有四块，四块，那个，我不要面子吧？干嘛呀？我再摸，我再不给大家摸一下哈。我这样坐着，大家摸，给大家摸一下。坐着不明显，你等一下，我试一下镜。那你就站在旁边，我摸啦。有一种到了 KTV 的感觉。啊，不是，我怕你待会一笑。往上。嗯，几个？这不六个吗？嗯。那两个还不明显，这现在明显就四个。这顶上有两个。嗯，是个结节。你家腹肌是结节啊？六块，老铁，六块。四个，那两个还不明显。六块。等会儿，你先别进来。嗯。你坐坐下。你摸一摸我，我真有八块。这两个摸到，哎，就真的，这底下能摸到，能摸到。这个有吧？能。这个有吧？能。底下还有两个。底下那两个不明显，但是实话实说，最下面两个不明显，但是就是你站着的时候就是好摸一点，坐着的时候就是没那么明显。呀，那是寄给谁的干花？你给卖坏了。没事，少一片两片椰子也看不出来。你过来吧，你在那边连晃眼。我以为什么？小子们，是。天，咋了？就是无语。怎么了？这螺蛳粉的味儿怎么还有？咱昨天晚上吃的，一碗还没消化。吓大家了！我已经很久不薅我哥了，因为我就觉得就是男的发际线是很重要的。
没有啊，我刚刚看大家老是艾特一个人，然后我没找到刚刚那个人在说什么，大家别理他，没事。怎么了 ？Y Y Y F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是想，就是你可以直接问我，可以直接问我，任何问题都可以。假的假的。我们只能说我们俩，我其他人我们都不知道，其他人我们都不知道，这边人家不会告诉我们呀。我们肯定呀，我们当然，就是，但是我们不去评论别人，尤其是大家都在让你走，那你走吧，就是我觉得。就是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你这样活就会很累，真的，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。再整一个，连开小公司完事儿，跟朋友聊天，不跟他们聊了，都已经快10点，然后下播，你要睡觉，是吧？行吧，老铁们，大家一定要锁定明天的视频，就是某站，明天我要更新视频。虽然就是说星星唱歌有点跑调，峰哥完全展示了他自己的才华，但是我本来是想把峰哥那部分给他掐掉的，然后我后来讲算了，就是大家明天集中锁定某站视频，明天可能应该不直播，就明天要直播的话，可能也去某站直播。明天怎么不更小说？不是出去了吗？又拉了2天肚子，给我窜的怀疑人生了。不是，我唱歌还挺好听的。那个，就是一开始有点紧张。我一开始有点紧张，就是老是跑调。然后峰哥小吴录的都是我们跑调的视频。他们录的都是我们跑调的、搞怪的，他们没有录我好好唱歌的。我后面唱的可好了，峰哥都夸我说我的声线就很完美。他说我可以唱青藏高原。我一开始一紧张我都找不着调，就是感觉五音不全。什么蛋某蛋哔哩哔哩。现在我们下播了，拜拜。我们早一点休息，早一点睡觉，拜拜。我们熬夜，晚安，拜拜。下播，拜拜了，仙女们、姐姐们，拜拜了，宝子们，拜拜，祝大家做个好梦。呀，咱们家有好几个人都走了，就是也没有收到我们的晚安祝福，那大家帮我们带到晚安的祝福吧。